走，你先走。龙山派出所于113年3月18日19时许。 接获110报案，城辖内西昌街一带有打架情势，警方获报后迅速到场，当场查获犯嫌8名。经了解，本案双方并非网传因抢地盘或生意而发生斗殴，乃因陈姓主嫌见王姓前女友与徐姓男子等人聊天谈笑，乃上前呛声，进而奔持刀棍及链锯互殴伤害。警方寻后依聚众斗殴伤害罪嫌，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。警方呼吁民众如遇口角纠纷，应循正当途径调解处理，切莫因一时冲动以暴力相向。警方绝不容许放任挑战公权力之行为，切莫以身试法。